正式登上天后地位的阿令，夹着超强气势展开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。这回在香港红磡连唱两场后，再度唱回台湾高雄。登台前后时刻以及演唱会精彩片段，百分百大整理，让你一次看个够。整理新闻，阿令香港演唱会唱完了，到高雄唱演唱会精彩片段全都录。出道十年，阿令的魅力因为《我是歌手三》而人气直线攀升，正式登上天后地位。而夹着这股气势，阿令展开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。这回第三度登上香港红磡，心情虽然还是很紧张，但却是信心十足。哇，还没有从这边看过，你要看一下。对啊。这次来香港开唱，阿令不仅换上全新的造型，也特别准备了粤语歌曲，甚至练习了全新的舞蹈，就是希望歌迷能感受到他的诚意。唱台湾的感觉如何？现在就是沉默是金。怎么说？彩排完了就闭嘴了。再也不说话吗？跟我一样感冒是不是？就想说，就安静一点。那我们现在用手语告诉大家你现在的心情，很开心，谢谢大家哦。我也懂了，这么干嘛？你们好不好？我爱你们。征服了。刚刚彩排算蛮顺利的，对不对？顺利，很顺利。你看起来这么的好看。我也知道。没有，因为星座书跟我说，今年处女座不能太谦虚，真的，但也不能太臭屁。晋升为天后地位后，再次登上红磡，阿令一口气连唱两场，演唱会门票瞬间秒杀，满场的粉丝正期待阿令的出现，期待阿令带来精彩的演出。上港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去吧每一次在不同地方都想说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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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都太一样，所以不管就是上一次新加坡是什么？新加坡是胡家虾，胡家虾，胡椒虾。演唱会正式登场，阿令登上高楼，气势开唱。我是歌手与古巨基成为超级好朋友，阿令利用鸡仔担任嘉宾，鸡仔匆匆由韩国赶回来，意气相挺，甚至不拿酬劳。两人台上不蕊稿的即兴对话，小凡全程。好，我们来个自拍好不好？好啊！一、二、一、三。是录影还是拍照？拍照。刚刚我突然发
现我的背也很漂亮哎。你现在帮我拍了吗？你可以帮我拍一下吗？七哥，你可以跟我的背合影吗？我好变态啊！如果这样，好好，我帮你。不是你跟我一起嘛？你跟我一起。我知道，我来自拍，你自拍，然后拍到你的这个滑滑的背影是吧？对。好，拍了，我发给你啊。好，谢谢七哥。两个人叙旧闲聊后，特别演唱了《爱与钱》，动听度百分百。即使不是很标准，但一连演唱偶像梅艳芳的经典歌曲《女人花》和《夕阳之歌》，都让歌迷听得如痴如醉。好歌喉，阿令这次还换上粉红色裤装，带来热歌劲舞，展现性感的一面。跳舞，你给我打几分？差不多90点九分，因为不能一百分呢，一百分就没意思。太棒了，果然是好姐姐。那个红包，戴爱玲这次特别来香港支持好姐妹，坐在台下欣赏阿令精彩的演出，没想到临时被 Q 一起台上台下大合唱。你是不是高兴到了？我要加紧。都是那种只要 Q 对方的时候都会欲罢不能，就麦克风给我了就不可以再拿回去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很想一直唱，而且我包包里面其实有放我自己的卡啦。阿令真的是一拿到麦克风就欲罢不能，也难怪两场演出后下了舞台还大呼唱不够。很开心，很累，但每次唱完都会觉得很空虚，就觉得啊怎么没有了。啊，就不用了。接下来下个礼拜就是高雄，高雄的朋友，哎，怎么讲过？高雄的朋友啊，啊，我要去高雄啊。安怎讲？我嘛是自高雄出生的，吼、哦。恁就要准备好恁的歌。一结束香港的演唱会，阿令旋即回到台湾高雄开唱。而这场演出就像是阿令的庆功宴一般，因为世界巡演一圈之后，终于又可以回到家乡开唱。高雄的朋友，因为在各地巡演的丰收，阿令把全家人和上百名原住民朋友邀来一起举办丰年祭，
台上台下一起唱唱跳跳。阿令的家人也来到现场，和阿令分享荣耀，全家人的好感情让全场感动。啊，妈妈，你以前不是也在高雄有歌唱比赛吗？哼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去唱那个国乐委玩梦第二名。国乐委玩梦啊！你们有吗？唱啊！家就门不。好了，预备，起！家就门过长门，长尊阿伯哟，阿伯你好。你今天喝了几杯？你老实。一杯而已。一杯这样子哦。一杯。这个是四瓶。而这场演唱会的嘉宾，阿令邀来一直身为欣赏也是好姐妹的纪晓君一起飙歌。我以为我并不差，我会害怕。靠着天赋和努力，阿令一路爬到了天后的地位，但他没有独自享受荣耀，而是不忘提携好友，并且把喜悦分享给一路支持他的歌迷。林玉君的综合报道。